可能跑不到，因为刚刚我没有看他，没有看他成功过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行，这边这边。本身最主要是因为那个，我
它撞的时候会一直撸啊，所以中间开一个缝，它撞的时候会直接会卡在机子上面。我不会拍，不会拍，你在拍啊？拍到记录不好。搜寻的速度多少？搜寻多少？60。这个是60吗？快跑的时候不是？没有，是直线。哦，直线。110。那个，因为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现在会有问题，因为我们最近把我们那个场地的漆换成那个花花的，你们可以用手摸摸看，它真的很滑，就是咕溜咕溜，所以我车跑起来会咕溜咕溜的。小问题提出来了。它待会斜线应该不太能。45.9嘛，哈，第一次。看来就没有搜索成功。秒是一边还是两边？其实是秒是两边。秒是两边，所以我上。在日本比赛的时候，哈，他还有一个最那个，他们叫新技术奖，不过好像是。你看你搜寻的很快哦，就会给你这个。斑马是前两年的那个奖嘛，新技术奖，这叫新技术奖嘛。搜寻吧。对啊。他这叫新技术奖。你拍个新技术。没人说不好啦，他都会证明。探索。探索。你要不要去那边？啊！失败。都是乖点啊。靠你才想听。我们跟南台其实很熟，因为常常见面在比来比去的哈，都会懂。上场就是敌人，他下场希望大家都是朋友，然后互相切磋的。他们有没有接触我们那几车？你看，其实你们。失败了。他不能给我手。对啊。你们之类不知道吗？你看我刚没握手。哎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他握手就从上面去摔过去。日本又握了一次就掉地球了。可以去用掉。放七十啦。放七十。放七十。好啊。决定叫我放七十。太高级，很快哈、哦，
这个。46.04，很厉害哈！他在搜寻的过程中走过了路哈，他会用斜线跑回来了。太差了，好，等一下，请大家睁大眼睛看哦，这个很快哦。没有很快。没有很快啊？好，那不用睁大眼睛。刚刚
下要讲的其实是电脑那个自我车跟前移动，其实跟电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十秒，三二。掌声鼓励鼓励。